咁樣，再次俾掌聲，呢一晚，好心好命。
嘅好朋友，亦都係 MCC 嘅同事。其實咧，你見佢哋咧，真係唔係夾咗好多次嘅，有咁嘅水準非常之犀利。同埋佢咧，點解即係咁大年紀啦？大家你估輕嘅咩？支吉他，仲要走出嚟咧，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咧。其實比賽最緊要係享受個過程，享受當中大家團結嗰份精神，即係呢一份 spirit 要捉得緊啦，捉得唔緊咧，好似頭先咁甩咗啊！係啊，咁不過呢啲我哋抹咗佢啦，即係話俾大家聽，以後要捉得更加緊啦。再一次俾掌聲佢哋，其實咧，你哋走得咁快。